影片即将开始哦，拜托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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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啦！欢迎收看桌游研究社，疑难杂症来我这，欢迎今天来宾雅货彩杰还有李月，还有古星跟马丁。我们今天玩的呢是这个阿瓦隆 2.0 版本，那好人这边有四个，一个是教士跟三个忠臣，那坏人有摩根勒菲还有盲眼杀手以及一个爪牙。那教士呢就是他可以知道呢第一个领袖他的阵营是好人还是坏人，然后摩根勒菲他是不受这个火球的影响，是好，那还有盲眼杀手，就是他跟坏人不见面，但他最后面可以进行这个刺杀的行动。OK， 那大家知道规则哦，知道。那我们就确认角色身份之前呢，我们先来选一个领袖。好，好，对，太先了，好，给彩杰，是不是？还是我给马丁？好，给马丁，可以，给马丁，哎，瑞典皇后 ，OK， 瑞典皇后，不是皇后，是那个国王，国王。开始了，确认角色身份了。这个拧还是白拧，好像有一点。对啊，看大拇指，还好。拇指，看大拇指，看大拇指，看大拇指。天亮请睁眼。好的，请领袖派两个人，我马丁，蜜，我真的很好，蜜，我也是好，大家都这么好，每天都很好，多好，超级好。I'm very good。今天做什么好事？今天有做什么好事吗？今天有随手那个做环保丢垃圾。还有环保的垃圾是很好。我有，我今天我去接我家的狗，摸了它三下，这样是好事。我瑞典人，我觉得环保很重要。我都有资源回收，我都有资源回收。太慢了。我有 close off 那个我的灯，来插头都拔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插头拔掉？要插头拔掉。每天啦 ，every day。电脑吗？冷气我都会拔掉。拔电脑？电脑拔不了。我有，我都不呼吸，这样才不会有二氧化碳。你这个也太夸张了。好人啦，好人。都是好人嘛，哎，那是第一局嘛，两个人嘛，那我就是就回收垃圾的嘛。回收垃圾的，做好事的火星热，我就相信你是好人。是，我是。来，你们两个，然后我就证明我自己是好人嘛。证明自己，证明自己。你自己算好，但是失败出一个，有可能微微那，但第一把不准，对，第一把不准，第一把不准，好啊，但第一把一定都 OK 的啦，来给我，这名字，这是我要的，我知道要给我，好奇葩，我直接放上去了，我怕你要收走，这个这样子哎，好，再摇起来的，哦，第一张失败，第二张，不是。两个是坏人，然后他以为他会出一个失败。我的心路历程是我要主持，所以我要报出来成功失败。可是我就是你知道，刚空中了一下，好了，失败了。不是想要失败，跟我无关。好，那请指派领袖，下一个领袖你要给谁？给五星吗？好人，其实来说你逻辑啊，逻辑给逻辑，对，有一次好了嘛，好，那就给你。给三个，加油！好，生日快乐，好人！生日快乐，你好人，验我。那我是不是也要派他？因为刚刚我们来讲，对，上来正确来派我，我真的很好，好人。你说假派我，是不是？不是给我这个，因为积极，派我，所以要积极，很积极，好人啊。那你们有想验的人吗？还不行，现在还不行。我先派这样子，你派我，你也不一定要给我火焰，我出失败你就打死我，好不好？是真的打死你吗？不是，就是言语上打死我，真的。我这个 idea 很好吧？你火焰不压我，然后嘞，我还那我要压。如果三个人还失败，我就压他。但是如果对，但是如果失败的话，就我们也会少一个胜利。对啊，我们不想要对啊。你可能是牺牲，你可能是牺牲打。你直接给我，你要。哎，他很怕
输。过程一步一步才会知道坏人是谁啊！我怕输成这样哎，那我想给，然后再压他。我觉得他这个不没有，可是他这样是不是很危险吗？我会趁你可以火压我啊，或者是待会有人验我，这样可以吧？那我是如果再给你，你验我，那我压他。好，我定了他的出师败，你就是摩根，对。没有啊，也不一定。如果失败的话，土星会不会有可能也是？我真的是好啊，不然要压我也可以啊，我是愿意压火这种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哎，我真的好了，这个好像有点。现在大多流行这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都自己压自己啊，压我压我，然后就这样吗？好，那就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子哦。好，我们也不能决定什么。对啊，我是领袖。好上进，你也这样子。真的，我怕输，不要这样。好啊好啊。我不要输，输了会怎样？哎，我们是哦三个，输了严重吗？怎么？你怎么学那么久？对呀，哎，在干嘛？要洗一下牌。是给摩根，给那个摩根在想要失败还成功？洗，不是啊。哇，这样子，这太难，对对对，压力太，这个太难讲，不是只能选。他可能是摩根，好像是。不是啊，对，我。不然你还要干嘛？要选那么久？自己哎，来喽！但选太久了，失败，来一个失败，又来了，你们又来了，不是？就是他，就摩根呢？对，不是他一开始压他自己，为什么他就没有成为那个的可能？因为而且第一，对你刚刚选牌啊。我以为这是一个，我以为这是一次。我现在觉得你比如果你是好人的，而且你都有火，好人没得选，你一定就是错，你还要在那边选什么？他还在那边洗牌，有道理啊！不是摩根，他还把火焰压自己干嘛？来，领袖请先交接。哎哎，我们刚忘记要选海洋，先选领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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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一个坏人，所以你跟马丁是好。那不要配他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要证明清白，要不然待会找一个你觉得好的，因为你们现在都觉得他们是好嘛。那不然你们讨论一个，我验对，但有可能是坏的之类的，或者我刚刚提议这个，领袖给到还没有被定验成比海洋之心给到好人还。而且他刚刚对啊，因为海洋之心你可以骗，你又不知道。领袖给我，领袖给我，领袖给我，领袖可以骗。可是我是好的，领袖给我，记不清你领袖给我，海洋之心要给你们觉得已经是好的，有出过任务的领袖，然后我们就来验他。好像正常是这样，给我好了，给我好了。你现在什么突然这么想要出现呢？我也可以不要这样。我相信你，相信我，也没有关系。然后我先派海洋之心，你要给谁？海洋之心，海洋之心是不是给他就好了？因为这哎不用他不用，不是哎，我如果派你当领袖，你就不能测他了。你不是说不要我测他？还是我测他？不行，不能给我自己啊！你要再挑出一个好人去测他，可是不能是我们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直接给他就好，这样他就不会当领袖，不然你就不会给到他。你们为好像有道理耶。我们就是一直要把你验。那他如果验一个人，然后又他说什么你就不要相信他就好了。我拿那个。到哪对？这样子有效吗？那这样子就不是你他怎么回的？就好啊好啊，都不能相信。好啊，不重要。我懂了，你们要这样玩是不是？所以他验不重要。我要验人哦，好啊。我就随便讲，你们反正都不相信我了，好成这样你还不信我？那你就现在代表你是好人嘛？什么在验？出来，大声现在现在验。哎，我这玩这游戏火气会变大，马上火起来要打。马上上还没生气，你验我啊？你想验我？我不要验你，你验我，我不要。那你验为什么？你们觉得？是坏人，你还不验我？我没有觉得你一定是坏人呐，就不确定呐。好啊，好，我就来栽赃啊，是不是？我来栽赃啊，反正你不信我嘛。好啊，那我他认了，我可以认了，都可以验，都可以验，没有拘束。这样太明显了啦。好啊，我太明显啦，来啊。不是你们都不信了，那我就好随便啦。什么意思？我验他，我验他。你信吗？他坏人，他坏人，一定是坏人，不要讲了。我是好人，我们看他怎么演。你验啊？啊，坏人啊！没有，你就是他坏人，他坏人，他就是坏人。我是好人，要演到什么？他是坏人。来，好，那我派的。一定是我这三个嘛？我怎么可能？就是一定是我一定要这样换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不可以这样，我先合理一定要这样吧。那个火球给我，走，来，请压。你要压自己还是你要压别人？他是摩根。当然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压自己吗？
我是可以压自己，但保险的话我还是得压你了。对啊，就是我的视角来说，保险的话我想压你。然后因为他说你是坏人，你相信我，那你应该就是好人。你们相信我，那你要压你自己，我压我自己，让你们更信我，好不好？啊、你相信我，坏人，让你们更信我。好，坏人，坏人。OK， 他我不知道。好，好吧。出战，出战。他们两个坏人啊。啊，谁们？三他们两个，我没有说你哦，然后他们两个坏、啊、人、啊，因为他一开始把那个火压自己，马丁压自己，他也有可能是那个摩根要的吗？要的，他压了飞的，摩根那边可以出失败，他就出失败就好了。但他第一 round 他不敢那么明显呐、啊，不一定。那把火焰压普星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压我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普星是坏的、啊，来哦。我现在又在这一张，成功，一定是成功啦。哦 ，Oh my god！ 你看吗？你们相信我，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我是魔宫，我可以出失败。他是坏人，可是你记不记得我刚刚本来想压你？对，因为我是魔宫，我就直接说完。我刚刚就是在听你说这个，就是压他会比较安全，但是，哎，场上的好人听我讲哦，你看我是不是讲对了？我是好人，我压他，他是坏人，你们要相信谁？他是坏人，你是好人吗？我是好人。他在栽赃。你刚刚讲他坏人的时候很不肯定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视角非常清楚，他就是坏人。他是魔什么？你们看，先交接领袖，我先交接领袖。等一下，你现在知道我是好人了。别忘了，别忘了，刚刚第二轮出任务是你们三个嘛？对啊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普星，我非常确定我是好哎。反正李月跟普星出一个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我当领袖，然后我派我自己，然后跟因为你们两个不同边，所以一定会至少出一个火。对，就不是至少就是不会两个有一个坏，先过这一关再说，对不对？先过这关再说。对。我觉得你好，你可以压我，真的。反正你们两个一定要一起出啦，因为这轮一定你们两个一起出。我跟他走在不同边，他一直要栽赃我。李月跟普星，我讲成这样子，没有，他们两个先一起出。你先给，给我。太极我不知道，我跟他不同边，你们一定不同边，总会有两个。对，我觉得那至少会杀难一点，我给太极。好，会不会太好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你先问他要给谁，太极你要给谁。所以我的观点会觉得偏好哦，你是压李月坏的那个，因为刚刚的唱台跟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不太相。可是我们三个出一个坏，如果你是好，我挺啊，没有，不是啊，那他们三个谁是坏？然后我觉得他是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有怀疑你啊，啊，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个刚刚有一个坏耶，他们两个，你领袖采洁是好，采洁是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是有点啊，对对，那好像不对。我那叫盲眼杀手。我哪是盲眼杀手啊？没有什么盲眼杀手，给你干嘛？疯啦！没有，有可能。给我，给我啦！我说这样子，你刚刚不出火了，我应该不要出失败啦。零九雅货可以，海洋之心，所以你觉得他可能坏？不行，那我比较相信你的话。不行，你海洋之心给他，我得拿下一个领袖，我得拿下一个领袖。你很积极，我必须拿下一个领袖。如果你这个领袖给我，我不能拿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这个错了，要不然你。我觉得这么积极像好人呢，那你跟那采洁可能是最后那个坏，不是，因为我一定要保留，我一定要拿领袖，因为他刚刚讲的那个他讲的不能拿，因为如果可以拿，我会给他压，然后要不然你给别人验火啊，把我验掉，要不然你们一直不相信我，你这个领袖给输就输了，压力这么大，给个领袖，那你们决定我要压谁啊？不行，他有最终决定权。你说他决定都没有用，我觉得你要嘛你就给我或雅货其中一个。没有，我觉得不要给你。那你给我，给雅货，好不好？给雅货啊，我给雅货。那海洋之心给他。好呀，海洋之心给你。那我验谁？验零九啊。对啊。或者验雅货啊。还是我验你啊？你验我很浪费。当过领袖的不能被验。你派。当过领袖被验了，可以被验零九吗？对。好。坏。真的没关系啊，你们最后也只能派我当领袖啊。他承认他是坏，他已经是那个啦，领袖只能派我啊，我就一定得分啊。好，全场静默。你有点小混，全场得逞啊，我已经得逞了。看我是好。然后派四个，好，他们全派好了，已经结了吧？所以这两个不能啊，把仪式走完，给我，给我，把仪式走完，那个还要猜坏人。对了，你们要猜坏人。我那我是好啊，原来有这层啊。我是好，我派一二，然后啊这边，其实你派谁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好像都会结束嘛，坏人都会赢。那没有，你不一定，有重点，不一定啊，有重点，我们不会派到两个坏人。对啊，因为已经两个被验出来了。那我给这两个好了。哈？如果因为他们出两次嘛，我先跟坏人喊话，如果你们
如果现在这样派有坏，你们不要出哦，因为他们还会指认哦。哎呦，很会玩呢，要出好人，给我，不能出两个坏哦。所以他在暗示他们两个其中一个。火球啊，火球，一定是好人吗？那我给五星。好，给我给我，我是很愿意被压的。OK。不能出两个失败，他是坏的。我出两个失败哦，我验他是坏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现在开始怀疑人生了，你是不是好人？很孤单，他有谁没给我人？哎，我了，我了，我了。啊，他了，他了，马丁的。哦哦。马丁选好久哦。来了 ，OK， 来，第一。五。好，你看真的跳零九的话错了。所以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会是坏的。漂亮，谁两个？谁哪两个？只能给零九了，只能给领袖交接给零九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我给你们四个，我给你们四个，不可能是我，我从头到尾，对啊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我是坏人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干嘛？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我不确定我坏人是谁啊，我火要压尾劲，只有你们四个，很棒，他是坏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摩根吧？好疑哦，你看吧，我不是摩根，不是啦，不是摩根，太天真了，我是好的，你是坏的。好，安静，还在想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太确定，我也不太确定，我也不太确定。他不派自己很疯哎，因为他就是坏人啊。第一张成功，成功，是啊，你还真准呢，那马丁李月啦。你们要举牌啊，对啊，就你们要猜，我们先讨论，我们先讨论。在我是好人，我是唯一的那一张。我觉得是马丁李月零九，有两张你也猜。对啊，我是其中应该就是马丁李月零九了吧？嗯，应该是。哦，因为李月普星马丁，我出两个确定的坏人，李月已经最确定了，马丁他一开始那个举动应该就是，对，他想先让自己相对有出一个坏，对，他。然后李月讲普星是坏，所以普星他们三个好，刚不同阵营。再说一次，等一下，你们李月讲普星是坏，所以普星一定是好。对啊，李月一定是坏吗？李月一定是坏，我是好。然后是因为你一定是好，你才被压。到底是好，除非你是那个。我们现在是要找坏人嘛，对不对？都在找对坏人，真的就明明就是这边的啊。普星我一直就是有人怀疑，然后我觉得你一定是摩根。你一定是跟对的，而且你一定是有一些组织好的了吧？你才会这么快，你就踩火球给他，因为如果你知道他是魔鬼，你就觉得哦安全，我给火球给他，他就可以出一个失败。That's right。我们要分配好谁投谁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第一轮普星故意藏起来，然后第二轮的时候李月加入的时候，他栽赃给李月？他们两个怎么可能？我跟他就不同阵营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我的票型，但我意思是很明确。哎，好难哦、喔！对我有点，我有点懂你在讲什么。不认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他是新加入的人。我好成这样，我从来都已经是坏人，确定自己是坏人，坏人，然后其实是坏人，不是这样讲，坏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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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然后这两个再一个坏人，如果你要这样，对啊，那是为什么我们当初那个火球，我们继应该要继续压在他的身边，然后反正他们三个一定会有被压。压火球这件事情压了之后，那是第一 round， 第一 round 他本来就应该出好，才不会被怀疑。这不是，这个是很正常的逻辑。那你讲三个人是谁？他。然后你们两个，我有点看不出来。你们两个，我刚刚讲了，我刚刚都我哎，我已经我已经回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好人，坏的。哎，你觉得李月是好人？三个坏人都要指认。我认了，而且你要跑掉一张票。马丁为什么觉得李月是好人？我想知道一下。啊，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他是？没有，因为现在一直听他的这些逻辑啊，然后又是看他们，就是我们现在出的这些牌，我就觉得哎，他其实真的就是好人，然后摩根就是在这边好人做事。所以他们三个吗？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。我抓到他的 bug 了，我也抓到了，我抓到他的马丁的 bug 了。他让他们三个出任务，他又说他是好人，那他你也觉得他是好人，那你是谁？没有，我本来我本啊什么？因为你们刚刚三个马丁的失败，没有，所以普星呢？你们两个就是坏人啊！普星啊，因为出失败了，普星就没有火球了，怎么办？没有，你要讲，因为他现在要先讨论我的 bug， 你要讲好哦。我会举，没，你要跟谁？一张，一张。
你不能举，我们要分散开了，不能举到好人。我操！你讲成这样，讲成这样，我还不是好人？不行，不能投李月，我真的觉得不能投李月。对啊，我讲成这样，投李月这样哦，我没办法。就是如果你不是摩根，你就要认他是摩根啊！你在想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投李月，那为什么苦心不能是摩根？他现在讲说你是摩根，我现在为什么苦心？为什么苦心不能是摩根？我怎么可能是我刚刚被压火球哎、欸？你压火球，然后嘞？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哎。欸对啊，你也可以是摩根啊，怎样？可是我就是坏人，我验了他，他是坏人。可是你刚刚讲的很坦荡啊，他刚刚不是那是因为我刚刚有点脾气啊，我刚刚有点不是苦心，我觉得是苦心，没有，不是我。我们安排好之前，我们要先问坏人阵营盲眼刺客，你有没有要出来猎杀哦？我给你五秒倒数，真的，我讲成这样了，四、三。二一，基普星是坏的。OK， 坏人阵营的盲眼杀手们要出来猎杀，所以现在请所有人要举，直接举了，好人指认，投出两位你觉得最像坏人的，请所有人要举，直接举了，好人指认，投出两位你觉得最像坏人的。OK 哦，你教室吧，然后准备好了没有？三，哎，不是要先分配要投？没有没有，不能分配，讨论完了。三，不能分配，叫他投。二，我还是投。一，继续排。应该是输了。啊，输了输了。OK， 那输了输了，坏人放下，坏人放下。我就知道，我就注定是苦心，就是苦心。啊，真的是坏人，你也是坏人啊。小怀，那哎，那赢了吗？啊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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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因为我已经投到马丁了。他也投尾鸡，哎，那我投对了，没有用啊，但坏人获胜。耶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做身份，他们做身份成功了。对啊，我们一直把你们归在一好一坏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们谁是蒙眼？就我啊，我是蒙眼啊。嗯，对啊。耶！我不做他的话，你们三个有一个那个的。谁谁？大悲情，对，刚感觉快哭了。你期待我呀？蛮乱的，蛮乱的，你们打打蛮乱的，蛮乱的，乱到我跟马丁完全是你们在打架。那那马丁是好人的人是谁啊？我你不那，所以你才是教室哦。对啊，我教室，教室。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是他的话，那我也尽量在赛，你有懂吗？太明显。对，有一个教室。没有，我的逻辑，不管我不管找坏人，我逻辑是如果是这条线的话，那还是会赢。那如果是那条，因为刚如果那条线的话，我是打算要翻牌要刺普星。可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那个的话，就是刚刚最后反应的话，投票感觉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没有翻牌。对，我想说好，我根本差点，我差点翻牌。不要刺啊，不要刺，因为没有你的几率比较大。因为我刚刚觉得马丁有点像坏人。哦。对，所以我讲，那如果认马丁的话是你，因为他们三个全部都认马丁是好。对啊，嗯，因为只有知道教室才知道他的好。那你们第二轮是谁出坏的？我。哎，是他，第二轮是他。你们谁是摩根？他，所以我不怕我压他。所以你知道，你知道要给他出话。我知道你要给他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自己没出。我自己出成功。哦，对。那就打了，因为我一定出，因为我打这么冲了。你坏人第一次赢。所以我知道他不会那个。坏人第一次赢。坏人第一次赢吗？对。我们也才录2.0版本以来。哦。火压我身上哎，第三天的时候，因为你只能出成功，他们说，可是刚刚如果那个最后面那个海洋之心没有到他那边的话，我们会输哦，因为如果到他那边的话，有机会输，就不是我是最后的那个的话，他们可以还有一次撤的机会。那如果你撤的话，你刚刚想撤谁？我撤，对，如果给你，我撤，我不会撤他们两个，但我应该，我可能会撤补星，因为他教室他知道他，因为不能再撤他了。但是他如果他被撤过了，那我就撤李月，因为他们两个我一定要知道一个。如果再撤他，但他如果撤我说我是坏的，那我可能就会站他还是补星。但我这边撤他，你这一招很厉害。但是如果撤了他，我会信你，但我不会投你啊，我会投他们两个，因为他是确定。因为我撤了他，我还是会觉得他是坏啊，所以他也是没办法。嗯，因为我怎么样都做他。对啊，已经做他身份了，所以撤谁都没办法。哎，所以刚刚是如果大家都投你们两个，但是少投到我的话，一样是我对对，一样是坏人赢。好，那我们恭喜坏人获胜。耶！好人竖起吧。好了，来，请喝苦茶。好健康，我煎的好苦哎。
再宣传一次吧。对，哎，谢谢，我真的是想要换一杯珍珠奶茶。那我的新单曲 Bubble Tea， 哎，一个结合台湾的风格跟瑞典的曲风，然后做很棒的、很好玩的音乐，然后 MV 都也很有趣，很无厘头，可以去 YouTube 看。搜寻 Bubble Tea M Tone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向老丁新单曲。好的，最后研究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